阿努拉德普勒区的首府是阿努拉德普勒，面积7179平方公里。根据斯里兰卡人口普查和统计部的数据，截至2018年，阿努拉德普勒地区的人口约为100万人，区位逐年稳定成长。2001年，该区人口约80万人，2012年人口约100万人。阿努拉德普勒地区的主要语言是僧伽罗语，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。约74%的人口使用该语言，泰米尔语是阿努拉德普勒地区第二大语言，约有18%的人口使用泰米尔语。阿努拉德普勒区位于斯里兰卡中北部省，阿努拉德普勒地区的主要宗教是佛教。阿努拉德普勒是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1世纪阿努拉德普勒王国的首都，1500多年来一直是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中心。这座城市拥有许多佛教寺庙、修道院和纪念碑，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阿努拉德普勒王国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。阿努拉德普勒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，该地区以其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降雨量而闻名，非常适合种植水稻、甘蔗、蔬菜、水果和香料等多种作物。此外，该地区还有大量的稻田、茶园和椰林。所有这些都为其农业经济做出了贡献。